整个交通要道又被堵塞。我要您昨天送出，不是今天。您好，我要谈谈您所欠的信用卡账单。对不起，宝贝 ，Daddy 今天晚上又要加班，我明天晚上陪你玩。您账户里还有375元7角整。有美好愿望是件好事，但却难以捉摸。现实是，一切不会自己好起来的，除非我们改变它。本录影带谈的就是如何去改变。对某些人来说，变化意味着每月增加收入，买一部新跑车，买一栋新房子。可对有些人来说，变化意味着主宰自己的生活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如何实现呢？回学校深造，工作更长时间，炒股票，做自己的生意。让我们看看这些选择。方法之一，炒股票。买卖股票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境界，还是合法赌博呢？无论如何，股票市场是一个宰人或是被宰的地方。他每天造就出许多百万富翁，同时也有很多人连内衣都输光了。记住，股票市场的金科玉律就是：绝不能投入超过您输得起的金钱。选择之二，回学校深造。每年千百万美国人选择接受更高级的教育，由此改善他们的生活，这确实是一项值得敬佩和有见地的选择。然而，继续深造学费绝不便宜。而且也不能保证毕业后找得到高薪工作，所以不一定可行。事实上，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够忙了，不能再上学了。选择之三，工作更久的时间，是个好主意，不过行得通吗？试试下星期工作80个小时，老板会付你双份薪水吗？即使你完成三份的工作量，你能拿到3倍的薪水吗？还有代价是什么呢？与家人聚少离多，与朋友更疏远，不能实现的梦想。选择之四，开拓自己的事业。根据统计，96%年龄在25岁到44岁的成年人都想拥有自己的生意。这是现代的美国梦，自己当老板，自定上班时间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可是，自由的代价是什么呢？当人们打算自己做生意时，首先便会想到连锁生意。这是稳赚的生意，但是连锁店开业费用要从2万元到100万美金不等，普通人可经营不起普通的连锁店。而且您还要请员工，要买保险，要装保安系统，要有会计。您每周要工作6到7天，早早开门，深夜打烊，还有授予连锁经销权的大老板，不管您赚到钱没有，他必须先赚到您的先期款。他赚的权利金是根据您的营业额来计算，而不是利润。还有一种选择是成为自由职业者，或是独立承保商，这样你就可以自己选择要做什么或什么时候做。但是诸如开拓市场、谈生意以及收账，全都要您亲力亲为。你还可以开商店或是做餐馆，接踵而来的就是要租金、广告、保险等伤脑筋。如果有一种将独立承包商的自由及连锁生意稳赚结合在一起，而且还不需要很高开支、资金投入或员工的生意呢？有一种这样的系统，目前被以下公司所采用：花旗集团，世界上最大金融服务公司；网络先驱 Prodigy、GTE、Mattel、电脑业的代表 IBM、电讯业的巨子 Spring 和 MCI、电子商务佼佼者。Amazon.com、Real.com 和 CDNow.com， 那些公司掌握了什么样的产业趋势，而您还被蒙在鼓里？为什么这些公司从传统的市场营销转向新形式的产品销售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这种系统称为超连锁系统，有人称它为网络行销，或入会行销，或推荐行销，或一对一行销，或传播行销，五花八门。这已经成为了一项年营业额230亿美元的行业，一项以口碑相传为主的生意。大大小小的公司都知道，产品打入市场最重要的一点是好的口碑，这样消费者都愿意掏腰包。你就应该从这里下手，成为一位超连锁店主之后，
您就可通过口碑相传的方式经销产品和服务，从中赚取佣金。超连锁公司将千百万元支付给像您这样的超连锁店主，而非用于支付昂贵的广告费、开店费或经销费。这种经营方式已经有50年历史了，仅在美国就有超过970万名独立经销商，每年营业额超过230多亿元。230多亿元的生意是由家庭主妇、学生、退休人员以及决心创业的人经营出来的，完全没有传统经营方式的麻烦，无需员工，无需发薪水，无需装修店面，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扩展业务。事实上，大部分人从事超连锁事业都将这项兼职工作与现职、业余爱好和照顾小孩协调得很好，同时因为拥有家庭式生意还可以得到很多省税的好处。美国每一州的人士都察觉到这是改善自身财务状况一项最好的方法，成千上万人已经将其转变为全职工作。试想一下，没有玻璃天花板，不会被提前劝退，不会被解雇，有成果就有收入，付出的努力越多，收获就越多。最好的是你可以平衡利用自己的时间，不完全是要工作更刻苦，而是要工作的更明智。因为作为一位连锁店主，你可以寻找与你志向相同的人，他们都是要拥有自己的事业，通过销售赚取收入。起点如何并不重要，学历、肤色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您决心要改变。如果您对开什么样的车并不挑剔，如果您不在乎公司内部的勾心斗角，如果您觉得已经有足够的时间留给另一半、孩子和业余嗜好，那么这项事业并不适合你。但是如果在2003年情况如非您所想象的好，你还没有住进你想住的地方，你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还不够，这项事业便是为您而设。别忘了，只有1%的美国人退休后有完全的财务保障，只有4%退休后可以过舒适的生活，而95%的美国人退休后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。别被假象给迷惑了，为您提供录影带的人对从事这项事业已经抱有信心，他们将这项事业介绍给您，就是因为他们重视您的选择。如果 IBM、 花旗银行、 Amazon.com 都热衷此道，难道不值得了解一下吗？你知道我没有时间做白日梦，我需要实实在在的钱。传统生意的麻烦，员工，为一家公司工作45年，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。年龄在65岁的人有62%每年生活费不到$4000，这真是这个国家的灾难。所以我一直在寻找。金钱不能代表一切，我知道金钱不能代表一切，但是金钱是没有第二样东西可以取代的。时间自由对我来说是可以睡到中午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我要自己照顾我的小孩，这项工作只我能够这样做。我们的生活不仅全然改观，而且道路越走越宽。太神奇了，太吸引人了。我可以看任何人的面孔，无论他们的学历如何，认识多少人，有多少钱，有多少经验，我都不在乎。我只知道只要他们按创业计划行事，我就能助他们成功。